韩剧好好玩哦，每天都有惊喜。看，想看新一大战哦，反正我就听指挥做嘛，指挥说撞我们就撞，就是这么干脆。好，问他们，指挥说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观众，想要看新一大战的话，没关系，让你们抖内决定，撞吧，靠背，黑轮抖啦，300啊。好，我下楼待命。好，我下楼待命，我下楼待命，看你们决定。看，笑死。哎，有人抖30的，另外观众，我们不是有反战的抖了，有反战抖了，撞。回应他们的期待，我先上去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人大概多少，我上去送一次，表达诚意啊，我先上去一次。哎，这个人数有点多，有点猛啊，我们上去可能会送的很厉害哦。哎，领导抖怎么办？领导抖670耶，干好了啦，撞了啦，撞了啦，哪次不撞？撞了啦。好了，我准备好，我准备好了。OK， 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等时间，现在站40分嘛，我们等一下，准备啦。每个都跟鬼一样。发抖内起来，先吃个魔芋爽压压惊。我们今天就是血流成河吧。好了，蓝天使伙伴们，一波 seven 刷起来，一波 seven 刷起来，点赞订阅，我们说话算话。准备，我们调整一下队伍啊。交际舞总是学不会，我有自己节拍，随音乐摇摆，麻烦的别来。我是什么的梦，我先摆了别意外，别拿我跟谁比赛， I'm alright, so just play another song, it's alright, I can't be wrong, it's too early to be gone, I'm right here, so when they show up,没办法让你们看到血流成河啊，战局有点快结束，有没有觉得买这个门票好像买的有点要退费的感觉？是不是觉得要退票？好啦，今天结束，你们想看的楼层、想看的场都让你们看到了，开直播从7楼一直到现在信念1、2楼都结束。废废吗？刚刚那个撞好像只有短短的2分钟就结束了。然后第一次我被上去直接被秒掉嘛，被集火。第二次上去的时候很多人集火，但是我没有死，我扛了很多炮火，因为他们把时间浪费在打我的身上，我们其他人就把他们后面的都收掉了。